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动物园。寿山动物园。这是什么？狐獴。狐獴。那里都有写啊。有卡下来。可是又没有注意，那个票啊，先标40块，换票20块，好了吗？进来了。你看，好小。啊，对啊。听懂，小心有人在。这里还可以玩水哦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在哪里？上面那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看不到，挡住啊！好大的两只牛！好了，去走。有看到吗？有。比较害羞，你在里面有吗，弟弟？有，就一只而已。嗨，大家干什么呢，弟弟？大家看什么？他不会讲话。哎呦，他的脚在抓手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！黑色的。嗨，小朋友，弟弟让姐姐让弟弟看一下。你好。看不到很清楚啊，因为有太阳。看到吗？嗨，有看到吗？这个。他抓头哎，他抓头啊。弟弟看不到。他在用头发用。有没有？看到吗？有。来抓他自己啊！那里又有一只。黑熊要穿台湾。嘿，小心哦，黑熊很危险。哎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，杨欣彤？有啊，那里黑色的。这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你没有看那里？在那里在睡觉哎。动完全动也不动。我。有大象呢。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在前面那里啦。好大哦。大象。啊，是刚刚都是这个。大象在。好。哎，大很。那个呢，胖嘟嘟的。哎呦哎呦，好脏哦，对不对，弟弟？跟大象说拜拜了。拜拜，好像大象。对啊，那里那一只。这个很好吃哎！哦，他们的头转那边，在睡觉啊。天啊！你长得好丑。你干嘛可以这样子说？嗯。哦，还有鱼哦。好了。
那里也有餐厅。嗨。在动物园在做什么？他看那个小虎。看小虎哦。对。哎，对，我们还没看到那个老虎哦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里有虎爷。青蛙。青蛙。蝴蝶也是哦。有走了，我们有啊，那个有看到啊，走了。哎呦，嗨，八星，他说他拿那个都是树叶，那里好大，石子。那里还有一个，有吗？那里我看不到，在下面。那是母的吧？是不是？这公的母。哇，它要睡了。哇！这都是 pony 呀、啊、，my little pony。对对，这就是 pony 呀、啊。刚好姐姐最爱的 pony， 他是不是那个谁，很皮的那个，有苹果那个，也是黄色呀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头发颜色也一样哎。对呀、啊，他是 pony， 走吧，走走。去跟 pony 拍照，你不是那么爱。拜拜 pony。 那里那里先哦，这只恐龙哦。看不看？有没有看到？有吗？有没有看到绿色的？有没有看到？弟弟，两个哎，两次呢，哇，好大只哦。尾巴感觉好长。这里也有啊，这边对啊，这边有一只绿色的。哎，它躺在那里做建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那个。它不能，它不要被那个看到。好帅哦！它会不会？对不对？我感觉看不到它。嘟嘟叽喳叽喳，嘟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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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。嗨，我们要坐火车了。红色在长腿中间。来，看到这边，看到这边。脸部森羽的小型袋鼠，小小的身形适合在丛林间穿梭活动，属于有带动。有啊，有没有看到那里？后肢粗壮适合跳跃，尾巴强壮可以帮助站立。爪龄袋鼠体长约50公分，与大型袋鼠的身长150公分相比较少许多，而且牙齿较平，适合食用树叶及水果等食物。生活于南美洲热带雨林里的二叉树，是地球上最富有丰富性的哺乳动物，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看着世界的飞翔到处来。已经看不到了。而全身棕黑色的毛发是由腹部开始向腹部生长的。心痛，你过来一点，危险。使二指树懒具象一身浅绿色，体现它们在树林枝叶间的保护色。弟弟、啊，开心吗？二指树懒一头生活于南美洲热带森林里的绿松溪，是蛇类的远房亲戚，属于日行性。树栖息的它们不但很会爬树干大道。印度、尼泊尔、台湾等地共有17种动物，在台湾的白冰鹰属于台湾特有的野生动物，属于杂食性动物，以食物类为主食，偶尔也会捕捉昆虫或鼠类等动物。哦，弟弟那里是什么？猴子。猴子。
点些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嘴巴好大，是吗？这里，那上面那里，下面，有看到吗，弟弟？有。跟谁拜拜？不可以。妈可以坐那里吗？这边换这边。看不到啊。那躲起来。我在那里。在那里。这里弟弟。好大的。即将见到的是夏龟，夏龟，好大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龟类，有没有？世界上最大的龟，难怪很大。哪里？弟弟，你要看？这什么？狐狸。啊，你看，托尼在这里。嗨，托尼。是世界上最小的。哦，那里。刚刚我们没看到啊，有吗？一般群居生活的是群主要的，互相之间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子。有没有看到那里？妈妈那里。嗨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嗨。怎么了？哎呦。七十五年四月，寿山动物园由西子湾搬迁时，由高雄市的青冈山以各种动物为主。那是什么？弟弟有看到啊？那是什么东西没有？纽约动物园、伦敦动物园、新加坡动物园以及台北市立动物园等。通过动物认养、大募资认养，或有任何相关问题，欢迎可至旅客服务中心洽询。您的住处是否在哪市没有？我到这里来了。爸爸在那里呀、啊。我们傍晚了，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小心，走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动物园好玩吗？弟弟，拜拜喽。